好，下面到我们温暖甜蜜来喽，请听题。请说出三个字的最想和另一半去的地方。哦，开始。巴厘岛。加拿大。大。哦，好。啊？还有一个，倩倩来。随便。五。嗯。四。三，倩倩到你说。二，老，啊、老老老老老吗？老，嗯、老老家。回答正确。老家。所以那个倩倩，你老是想说哪儿啊？我要说老长沙，大想回、啊。老长沙。来长沙吗？感觉的。老老家。想到别的地方了。好难啊，这个。好了，你选择一对进行惩罚。好，来吧。先拿一对呢？不用犹豫，不用犹豫了吧？直接往那边去的。啊，他吗？又要营业了，业了是吧？给你镜头太多了，真的是。你今天你要别打着你啊！你们其实一个人来就行了。你要二吗？二好，二好来，三二过，哎呀，小心。小心，好，可以复位。到我们洗洗堆了，堆了，我们反正想的老好了，所有的题都答一遍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是菜的话，就是回锅肉，小炒肉，臭豆腐，回锅肉，小炒肉。如果说出小丁的三个缺点，我很简单，比如说掌，对，如果是说出你的部位什么，就他的腿，他的应该是先说我呀，我就说我，你就说你，我。如果说你的话就是你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说你，对，加油啊！好，来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字的会向对方说的 A B B 结构的话。开始。等一下 ，A B B、啊、A B B， 你坏，乖，该我说乖，宝好，两个。